漂泊小男的入场动画自带车灯，让很多兄弟的二弟啊非常满意。他的双形态也惊艳了很多玩家，感觉花一个忍者的钱，好像买到了两个忍者一样。但并不是说你只能体验一种形态，通过奥义是可以切换形态的。他的技能也是致敬了很多忍者，比如说这个扔轮子的技能，就和七喜红的扔轮子啊有异曲同工之妙。而这个带一点吸附能力的纸旋风，看起来既像新春智乃的技能，又像疾风手居的技能，就是不知道犀利如何，有没有兄弟想去试一下。黑夜形态这个普攻啊，花里胡哨，位移很多，还有一个跳起来往地上扔三个指标的动作，这和新春萨摩耶的普攻不要太像啊，同样会扔三个飞镖，不过最后一段换成了红叶鼬。而这个变成伞之后的无敌突进技，从技能机制上和水月的技能比较像，但从视觉表现上又和赵美明的扔斗笠差不多。至于这个突进技啊，那简直和新春萨摩耶是一模一样啊，开启昼夜交替把周围的对手击飞，不就是开启密卷一夜障目的效果吗？强化之后的指轮多了，控制时间加长，但是不会返回了，这不就是青年三代的扔巨大手里剑吗？而旋风之后还带斩击的强化效果，我感觉和宇宙未来强化之后的大树抓取啊非常的相似。至于黑夜形态变伞突进这个技能的强化效果啊，这不就是红叶又开启显灵眼强化之后的一技能吗？最离谱的是黑夜形态这个强化之后的突进斩击，这一段闪来闪去又变换形态的连续攻击，不就是小创生飞段触发完美防反之后的连续斩击吗？不过不同的是，它的触发难度比小创生飞段的技能要简单太多了。最后它的大招用彼岸花抓取，然后进行一个爆炸攻击，给我一种刚刚上线的绘图角度大招的即视感。漂泊小男的双形态，表面上一看买一个相当于买两个忍者，但实际上你还体验了他致敬了这么多个忍者，这不得不说进一步增加了这个忍者的含金量，真是太超值了。